各位朋友，我们来这个 Bibo 用餐的哦。那待会要来找这个玉光、阿扁跟冠生。哎呀，他们还没来。哦，好好，我第一个到。OK， 谢谢谢谢。我们的冠生他来了，他是第二位。是第一位。对对对对。啊，这个刚从这个印度啊，啊，印度啊，不是啊，刚对我来讲是刚啊。刚从印度回来，对，我们在这个 Bibo 啊，这个汉堡餐厅吃饭，这个是冠生最喜欢吃的口味，太棒了。我们的冠生他来了，他是第二位，是第一位，对对对对，啊，这个刚从这个印度啊，啊，印度啊，不是啊，刚对我来讲是刚啊，刚从印度回来，对，我们在这个 Bibo。啊，这个汉堡餐厅吃饭，这个是冠生最喜欢吃的口味，太棒了。阿扁也来了，阿扁是第二位到了，哎，不对，我也算好，第三位，冠生第二位。阿扁又变得更帅更重了。啊？阿扁的衣服跟裤子永远都没变。啊？你也是啊，你有变，然后穿裤管变。我也喜欢这样穿，就是比较轻便了。嗯，这是阿扁的造型。你肚子很饿？对啊。哦，是哦。好啊，好啊。怎样？没事没事，我已经，我佩文不在这几天，我都吃得很简单。是哦。对。为什么他不在这几天吃？我可以不用一直吃他们吃剩的啊。哦。不然他们在我每天都要吃他们吃剩，吃到快八十哎。啊，现在他们回去之后呢，我大概就瘦到了七十了。对。只回去十天。为什么？啊？你的体重可以浮动那么快？就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有可能是肚子塞太多东西没有把它排出来，大出来而已。Hello， 玉光，我们等了一个半小时。一个半小时？怎么可能？你不是五点还到？他半个小时，阿扁半个小时，我半个小时，所以一个半小时。哦、对，我们是累加，我们累加。一个小时是1万块钱。一个半小时，一个半。你要赔我们3万块。对，所以3万块，所以这样比顾问费还贵。我们刚刚在想说，你最不喜欢吃什么？帮你点。哦，你已经帮我点了吗？对，没点没点，就我们才刚点而已，我们点了那个植物堡。他其实还有一个 menu 就是汉堡，他就是类似特餐而已，他还有看。哦，那你们都点什么？我们点汉堡。如果你这个头发是在大陆剪的吗？不是啊，我是今天早上台湾剪的。谁让我像大陆走吗？真的是的。没有，我想说是不是大陆的时候顺便剪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上菜的这个是农夫植物堡，这是素食的，299元。啊，跟玉光、冠生、阿扁一起吃，我们两个都先上了啊。这个玉光比较晚来，他的会晚一点点。我们试吃下去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玉光试吃。蛮脆的，蛮脆的。酱就是一个，他形容它的口感，没有形容它好不好吃。啊，好像没有酱比较好吃，没有，或是经典的番茄酱比较好吃。哦，那这个嘞，这个植物鸡块，植物鸡块其实口感出乎意料的好，出乎意料的好。嗯，来了来了。谢谢谢谢。这植物还吃不出啊。好，你可以多吃，可以多吃。这个我跟你分享，坐在你对面就是要跟你分享。知道多少次？推荐植物情况。这是中国人，大陆人。都是外国，欧洲人。你说写 email， Skype 可以用。啊，现在应该没有这样 Skype 了吧？现在几乎没有，很少。我不知道几年没登了。一旦 Skype 它，我觉得一些国外打国外电话啊，蛮好用的。哦，现在还有谁在用？你有在用吗？我有在用，就比如打给 Amber， 从国外打到台湾信用卡，哦，对，都跨国的。我们吃饱了，现在要去其他楼层逛逛。现在阿扁他在分享，他送他老婆什么礼物，然后怎么做处理。这也是酒楼，大陆的酒楼。现在聊婚姻之商的部分。
拥抱，要拍拥抱的。因为我拍的是动画。好。拥抱，就是胸部靠胸部拥抱这样子。哦，好。这样子，已经感受到了。